林康正父母當年送林康正去英國做廚房、讀書、踢波，乜柒都做，逗留咗幾耐？十年。九年。九年，亦都攞咗個 B.C.、嗯、林康正先頂，佢亦都冇諗過會喺英國度或者退休嗰啲 ，OK， 或者短期內冇啦。但係佢唔介意，喂，攞多個身份啫嘛。係啊。呢樣就係咁嘅道理啦。